和露瘦子们是我。夜深了，该睡了。锦鱼是搞了一碗好吃的冒泡的炸酱面，给你做睡前小毒物。这个粘稠的腻歪的挂制的是泡菜炖排骨。由于姐做饭主要贯彻一个糊弄学，所以就别管我要叫成了。朋友们，去网上随便搜一个都比姐这个好。这种搭配通常都是不会出错的，因为根本就没有搭配，就是把好吃的东西混在一起而已，那必然也是好吃的，没什么可聊的。再来配一大口炸酱面，该不会有人馋得要起来啃鞋底子了吧？这块泡菜出现的怎么说呢？突兀但也算合理，就当它从天而降的吧。另外，姐真的很爱今天这个配音，有种要死不死、半死不拉活的倦怠感，很符合本人目前的精神状态。